音乐听的那种，就是就跟润滑剂一样，顺一下到下一句歌词，哒哒哒，不用，对吧？哎，对对对，类似这样。OK。哎呀，难，辛苦老师，辛苦老师。不用不用，辛苦辛苦。再踹一遍吗？那好像基本上都过差不多了，是。然后我今天晚上回去把曲序重新过一遍吧。八二六当天应该要再参嘛，然后明天可能就你可能要更辛苦一点。好，明天咱们要整个差不多大概的捋一遍，因为现场好像我沟通过来，应该时间还挺赶的，是吧？对的。那咱明天得踩多久？不知道。其实我估计大概四个小时吧。四个小时，我觉得差不多的。这儿还是跟现场会不一样，对，声场啊、大小啊、牌子啊，所有东西都不一样。但是你要在这儿尽可能多记参数嘛。嗯。行。就是大概七点，那就按三到七算吧。你就把那人就是七点喊过来，对吧？行呗，那这么着。好。但是明天三点见，我们三点之前过来。OK。辛苦老师，辛苦各位，谢谢大家。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。辛苦老师们，明天见。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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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谢。I'm in Berlin, you're off to London. When I'm in New York, you're doing Rome. All those crazy nights we spent together as voices on a phone.完妆之后再次回到台上来到我们第十首歌，也就是 Stay OK。 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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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主要是唱累了，歇会儿，抓紧时间干，收工五点半。接下来一首歌叫做灰色宇宙和白色那星球。 OK， Let's go。充满未知的殊途，当作成长的礼物。嗓子干冒烟了，快我好生气。就被一箱水放那儿。来了，好了就来。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，只有你让我无法忘记。本场演出顺利结束，还是顺顺利利。OK 吗 ？OK。对，就是之前这边比较安静，前面带着鼓掌，还有就是就还是和现场那个。大声的，包括观众啊，那样就是差不多，所以对耳机里面我就会这样想，让它大一点，可以，没问题。辛苦各位，辛苦各位。辛苦。好，结束了，结束了，结束了。Over 了 ，Over 了呀，今天 Over 了。感觉它这个绿，不绿呀、啊，不绿就好看。不要说绿，太绿了就不好看。不好看，太绿了。这个绿我还能接受，再绿我那个。现在心情怎么样？还有两天就叫你的北京巡演了。我现在心情非常激动，很期待这次演出。我希望演出可以顺利举行。我很期待见到大家的精神样貌，大家德智体全面发展。因为学习才是我第一，是吧？对。
我觉得这个地方首先，我知道为啥过来了，就是我们在前面很密的一段的 dance 之后，到这个地方突然停了，但是音乐刚开始，但是是定的，所以这个地方要填东西进去。我们第一开始加一个互动嘛，我们一起动，就是不用也不要跑圈了，就是来。那就是我们先放这种这样的刚那个，就放到这里感受一下，不要想，感受行，放一下，对，感受一下这个感觉，看一下，想一下在现场会怎么样。第二段分钟结束之后是动作是什么？接 desperate， 跟 desperate 所有人物都是动，快，动态，走，这没有走。我们就到最后，我们讲，我们到最后没歌词的时候跑，可以吧？没歌词那个，没歌词的二个八拍，好。你倒是知道钻狗洞。哪儿不能去？来呀、啊！大家好，我是周克宇，今天现在正在去我们表演的场馆，然后我们要先去那边进行一轮彩排，晚上再表演。然后今天这个场子应该是目前所有巡演里面比较大的一个场馆吧，然后我自己还得去熟悉一下他那些走台的调度啊，还有好像还有升降什么的。对，还有升降，反正今天会有一些小惊喜给大家准备，然后也会有一些提前准备好的小礼物，然后的话希望大家可以期待今天的表演，加油。不是，就这儿，我底下就这个花这儿。OK， 好的好的，好，就到那个绣球那个位置。对。现场艺人到了，然后我们先试一下艺人的麦，然后耳返的声音的部分啊。没事，你就照常升就行，我跟着做。好了。导演，就是那个，我感觉这个升降能再早点上来吗？可以。就是因为开场您说的那个重拍，
是我脸露出来，但是那个重拍是我们起，是我们的起势，那个起势那个动作，尽量能帮我就是让他看到。对对，因为其实这个起势比较有 open 的感觉嘛。我是觉得这样就行。行，那就这么着。OK， 好，那这首歌过掉，然后我们得试一下坐标系啊，陈老师。哎，我们舞蹈还有吗？没了是吧？那咱们休息去，我们休息去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周。Hello， 你们好。这一次是在北京看巡演，然后也是第一场，这个观众能坐着的巡演。别客气，别客气，不要客气，不要客气。
样的。但今天见到大家实在是太放松了，我是一滴汗没出，所以现在就比较就是在欢迎大家好。怎么样？谢谢叔叔。这个叔叔还是挺渣的。开心的，我觉得现在大家就是也比较舒服吧，都可以坐着看，坐着看一整场，然后还有空调可以吹，不用像最开始就像那么热。然后你自己花都收到了，所以我希望大家今天都开心，然后很谢谢你们可以来看我。你表现自己满意吗？我不知道。我说话我真不知道，觉得反正跟大家聊天聊得挺开心的。